配林宫的幼儿工程，你请咱全台湾top的老师傅来做，甘免予我加入啦，是当完成我妈在线的心愿啦。原来你是来应头路的哦，你对技术这个要求哦，我是无话讲啦，我都出破啦，求财。你讲这哦，对也无帮助啊。何小姐，阿奶哦，你来静音木做受啥贵事哟？我路过尔，嘿。哦，我看你安尼贪的贪的，鬼鬼祟祟。谁讲我鬼祟啦？我要走啊！吴先生，等你啦。阿峰去找你的代志，我已经知影。啊，原本我咧想讲哦，来找蔡主席，甲伊讲你学徒的背景。啊，尾啊，我想想安尼嘛唔对，我袂用因为安尼就来看你无去啊，对不？你看我无去。你是平常看我无去啦，不，我真是，啊人咧讲哦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这种精神真难得，啊我嘛真甲你支持甲赞同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提这来甲你威胁。你要搞威胁，你即马是假，袂使，一时阮阿姐，我认啊，好。一直跟你讲的哦，袂使搞危险的，吼，好啦，安尼我先来。我是讲安哪啦？歹势啦，郭先生，啊，我今日嘛拄啊好要找你啦。找我？嘿，哪来着？是安尼啦，我坦白跟你讲啊，我即阵啊吼，要修复我老厝遐老家具，啊，遐家具的工艺吼，拢是古法的，啊，我自认我的手艺无够精，啊。才想讲哦，啊，既然咱配林宫的幼儿工程，你请咱全台湾top的老师傅来做啊，啊，甘免予我加入啦。啊，一方面哦，我会当向因学习，啊，予我的技术更加精进的；啊，一方面，佫会当完成我修复老家具的梦想。上界重要的，是会当完成我妈在世的心愿啦。啊，这件代志，甘免帮你成全啊。原来你是来应头路的哦！我咧讲吼，你对技术这个要求哦，我是无话讲。阿妈嘛这块哦，感情嘛足感动的，啊，我都出货啦，求财的。你讲这哦，对也无帮助啊，所以歹势咧吼。郭先生，啊，习惯啊啦。啊，就刚刚你讲的，啊，你是生理人求财的啊，啊，你想看卖？啊！既然你请你啊，做老师傅咧斗三工，那有差到我一个对唔？搁再讲啦，人咧讲哦，啊，做人好做事啦，啊，有我加入，迄工程的进度嘛会较紧啊，对你有好无歹嘛，好不好？我自捌你到今嘛，嘛唔捌看你做过早顿给我食呢，食一顿早顿，敢唔需要搞工？讲啥物仪式感？我就想讲，既然这样追求仪式感吼。规气早就嘛安尼用啦，想袂到你也做菠萝一工哦。洗脸嘛不是大美女，身材也无介好，主要是个性啦，个性实在是歹到顶。啊！但是，你是我的某，我王嘉伦，我即马开始是我的人。再会了，小雪花，小鹿，后会无期，拜拜。天哪，我要离开你啊，请你保重。
胖。洪荡哎，阿姐，你想要李白？林明珠阿姨有啊，李白啦。哦，哦，我自捌你到今嘛，嘛唔捌看你做过早顿给我吃呢。啊，吃一顿早顿，敢唔需要搞工？啊，就有人吃洋芋片嘛，还倒去盘仔内底，讲什么仪式感？我就想讲，既然这样追求仪式感吼，规气早顿嘛安尼用啦，吼。想袂到你也做菠萝一天哦，无啦，伊就想要分开的，我怎么顺意伊咧？哦，啊，所以你也是要坚持做一个月菠萝就对啊。讲过啊，唔是啦，阿姐。袂歹啦，袂歹啦。啊，结婚落去啊哦，有淡薄仔改变，嗯，加较稳重啊。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呢，可能是做人红事啦。我感觉我应该吼，要有小可改变。真哦，你是讲咱讲正经的。哇，我看恁这种仪式感哦，我看你爱较骨力较弹，啊无真正让恁某吃倒去。真正会倒去啦！你是安怎啦？我唔是讲八点钟，我无转来，你一定爱报警。即马几点啊？已经过两点半钟啊啦！我准备要去报警的时阵，拄好明珠啊来啊，啊伊就讲要甲我啉淡薄，我都甲伊啉一丝丝啊尔。敢是安尼？卖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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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对啊。我看这个人哦，不是什么好种啊，无驾驶袂用的啦。欸、你讲对啊，你叫啥啦？学长啦、啊。对。你那大个大个大个一直叫，你还搁要那叫哦？注意啊。学长，歹势哦，我拄仔拢袂记的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哎呀，这个人是强啦。哦。一支脚，一支两支三支四支，吼，这两支较水，哈哈，这两支较粗。啊哈，是你呐？嗯，哎，阿美秀，啊阿峰，不是讲叫你要注意什么时间？啊，到底是安那啦？啊，伊讲叫我爱提醒你。哎呀，我报警！哎。来来来来来，想讲要报警啊！哎，阿峰嘞，阿峰人嘞，我回来啦！啊，阿峰，你是安怎啦？我唔是讲八点钟，我无回来，你一定爱报警。即马几点啊？已经过两点半钟啊啦！你是不是啉酒醉啦？无啦，我无醉，我哪有醉？我有注意时间，我准备要去报警的时阵。拄好明珠啊来啊，啊伊就讲要甲我啉淡薄，我都甲伊啉一丝丝啊尔。我明珠，敢是安尼？我得好开口，甲足欢喜啊，袂记个时间呐。啊，你无代志好啊嘛？啥物无代志？你翁的头啊，才是点仔用毒去做枕头啊啦！我若安怎吼，你就永远都看袂着我啦。我家在啊。我走了紧，才无代志啦。奇怪哦，嘿，我本来以为哦，小吴欠人钱呢，好老母讨笑，结果不是呢，伊是老母的老大呢。哎，母仔，甲你讲的同款呢，迄小吴哦，这个叫大妹呢。你是讲你对来去找小吴哦？对啊。我唔甘愿呢，我为着 David， 我用偌侪心血做偌侪功课，我在想哦，一定有啥物秘密，无想要让人知影，所以才向向讲伊无想要收啊。老婆，给你看。不用那么认真，结果都一样。你有认真看待这场试婚吗？你有认真看待我的感情吗？你总是嘻嘻哈哈的，好像都不在意。如果你要继续这样下去，试婚现在就可以结束了。